大家好，我是爱感恩宇宙频道主。大家好，今天来教大家一个风水小禅事，也不算知识啊，就是一个禅事，就是玉带环腰。玉带环腰这个风水学的专有名词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聆听啊，所有观众路过的朋友们，有缘的众生，有缘的观众可以来听哦，花一点小时间听我的讲解。玉带环腰就是我们风水里面的一个名词，在房屋的旁边或者后面啊，有那个河流，就是一条小溪等等，并且呈那个圆弧状或者半圆形，然后环住你家的周围，房子的附近周围环过去，这个就是一个宝地，它有这个带贵气，水带财，水为黑，黑为北方水，人鬼水，就是发财发财的意思，让大家都有这个财运，不赚钱如赚水的意思。所以如果家中非常幸运的有这个宝地的话，希望有缘大众好好珍惜，来感谢啊祖宗积德上天的恩赐，这样子一定会有成功。天助自助者，自己自身努力，加上风水，好的风水，还有坚定的信仰力量，这一份的信心就能造就这个成功和人生的圆满，充实快乐。希望大家都能有这个好的风水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